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然后今天是202111月9号。然后今天的这个密保峡湾齁，我昨天记错时间了，是今天密保峡湾的11到20齁，先锋服的已经开启了。那我们就来赶快来玩一下吧。好，首先是第11关齁，四个耀光优先击杀两名后排英雄，没错齁，这个光光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所以我们就直接切光光队吧齁，攻旗队这样子。然后是要四耀光嘛，所以说把罗旺也放上去。应该哎呦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他故意把光法放在前面呢，结果塔利是不是？结果塔利是不是他因为开大招之后呢，然后就进入那个免死的状况，要一直到这个大招结束哦。哎呦，这样到底是塔利有先死吗？哎呦有哈。我们不要把那个女骑士放在下面，免得说这个光法先死哦。这游戏有点刻意哦，他把那个皮薄的光法放在前面。好，四满血哇，希拉斯跟这个伊索德哦，那这个必须要打两次了。好，打两次就打两次吧，我们就随便摆哦，先解这个伊索德跟希拉斯的，然后四满血就简单啦哈、哦，四满血个个都是主力啊。哦，我们不用上古王，我们可以上一个安之啊，放在前面修路你。OK， 没问题。满血了，不是亡灵啊，抱歉。好，那就用我们的这个埃隆老鹰队吧。OK， 好搞笑咯。第12关，好，第13关，都同一个职业。然后又要四个绿，那没办法，这个也只能打两次咯。等一下，这是埃隆老鹰队，不对，四绿是这一队。哇，有点危险。哇，哎呦，我还以为会输诶，哇，看我的埃隆还是蛮强的。好，同一个职业哦，同一个职业哪一个职业比较好？魔法师的话也会有安之哦。可是魔法师扛得住吗？对面蛮痛的欸，安之是很强啦，可是五魔法师感觉扛不住欸。这样子乱七八糟五魔法师啊，不行啦。好，那五坦克好了，好不好？五个坦克，弹。那五个坦克的话，斯克雷格，然后好乱上，不然就五个游侠嘛。五个坦克的话，戴蒙加末日禁卫行不行呢？好像有点辛苦诶。哇，不行。好了，那就五个游侠吧。OK， 五个游侠喔、哦、有卢克雷蒂亚、波斯王子、莱卡。啊，还是用五个游侠好了。再怎么样有人死掉的话，还可以触发这个卢克雷利亚的狂暴模式哦。好，还是五个游侠最简单啦，毕竟有卢克雷利亚可以用嘛。好，然后再来是第14关，四个亡灵，然后其中一个人要击败四个人哦，应该可以吧。我们上一个古王哦，不要抢头，看是戴蒙杀五只吗？还是奥登杀五只啊，随便啦齁。三个人还好，四个人就比较麻烦，你可能是如果四个人的话，我就要把一些比较有攻击性的全部都把它放下去哦。四半神虚空英雄，然后要在15秒内获胜。这样子。哇 ,15秒的话安之。哎呀，这个梅林会复活诶。15秒是不是？对方的梅林一定会复活，那看来就还是要用埃隆老鹰队咯。然后我们用洛桑连一下，这样行不行？输掉了啊？这样子输掉了？怎么这么强啊？我还以为轻轻松松诶，难道用换个位置就好了。 OK， 好，那这一队就用这个埃隆老鹰队过关了。应该说埃隆没错了，埃隆老鹰队了。我刚才想说是那个埃隆狼人队哦。好，达文西目前我还没有齁，但是这个月就可以换到达文西了，所以说这个我们先用我们先解释一下光就好。
等到这个换出来达文西之后呢，再来解这一关了、哦，只有差450的这个普尔币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跳过这一关，再来四个满血，不用法师跟辅助哦，不用法师跟辅助，四个满血，不用法师跟辅助，哇哇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少了老鹰跟萨菲亚，不用法师跟辅助，这样行不行啊？没有艾龙老鹰，但是哇，这样不行，四满血，不用法师跟辅助，辅助是卢米苏，安丹德拉是战士，可是波兰牛牛不要，换一个啊啊，我鼠炮才一级哦，满血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啊不行，安兹是法师，好，那不然这样子好了，然后我上一个安丹德拉。好，这样行不行？啊，不行啦，糟糕了，这一关怎么办呢？还是想要用四个满血哦，不然就要分两次打了。伊索尔德越打越猛，嘿，伊索尔德嗑药光，哇，不行。满血的话，扭扭，啊冲啊，不然就要分两次打了。哇，我的伊索德再怎么样也是309哎、欸，感觉也是死好快、欸。哇，这真的不行。还有什么角色呢？啊，卢克雷蒂亚啦，有卢克雷蒂亚有希望，是不是？天哪、啊，这个亚瑟也太扛得住了吧？哇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以！哎呀，还是死掉了。对方亚瑟太扛得住了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硬是想要一次过。啊，亚瑟太麻烦了。好，算不玩。我们这个快速的解两次好了。好，先用艾龙老鹰队。可是对面也没有那么好打、欸、哦，这个也是很麻烦的、欸、好，然后不使用辅助法师跟辅助，不使用法师跟辅助、哦、刚刚这样子已经打得很辛苦了，那我们用东侯亡灵队好了，不用法师跟辅助，游侠伊索尔德，索罗斯，怪怪的齁，好，随便随便，哇，古宫挂掉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有东侯女士哦，好，这样过关了，哇，这一关打的有点久啊，好，再下一关，第18关，四个绿玉必杀技小于等于4，这样子应该埃隆放一个就结束了吧，好，结束了。哦，第18关超快，在第19关剩两关了。这个前排都是游侠，四个亡灵，前排都是游侠。看一下哦，前排都是游侠，然后四个亡灵了。我们再来一个超级游侠，埃奇欧，不是卢克雷蒂亚。哎呀，挂掉了，行吗？哎呦，我大戴蒙还是行嘛。啊，没问题哦。哦，虽然说那个埃奇欧在这一场早就走了，但是我们希拉斯配戴蒙也是不错的。好，然后四半神，然后都要活下来，这个就用我们的这个吧，梅林队，存活率很好，开场就有坦309的，好，没问题哦，这样就通关了。来快乐领奖吧，其实领奖的东西大概每一次都差不多、哦。好，首先是一个一个设吧。这个小号比较欠金币哦，然后这个是工会币，紫灵魂石，红装五 T3， 然后红装五，紫灵魂石
哇，现在好像是米沙卡的活动诶，所以说我如果换米沙卡的话，可以再拿一些奖励。诶，等一下，这个先等一下好了。然后这个我要金盒，然后红装舞，金盒，红装舞，这也是金盒。哎呦，2000啊，算算还是那个红装舞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哦，先确认一下哈，小号其实还是以先升红色为主。我看一下哈，应该选迪塞拉吧？应该说小号要赶快多一点角色上神话哦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打极域梦境啊，也是要求要神话的角色，所以我迪塞拉还欠2只，然后瑞斯培还差1只，哦，但是瑞斯培比较没有什么用上场啊，瑞斯培，竞技场用吧。然后如果说是满血的话，德雷斯这个也不是很急。啊，我觉得迪塞拉吧，迪塞拉可能会用到的这个场合比较多一些哦。那至于说这个瑞斯培的话，小号竞技场就算了啦，所以我们就选择迪塞拉好了。好，我换迪塞拉哦。那米沙卡的话，还是确认一下哈，不好意思。米沙卡的话，我有一只的，所以说我觉得有一只就好了，因为那个一只的那个奖励2000粉尘是还蛮有感的。我们看英雄商船啊，对，现在是米沙卡嘛，对不对？那2只肥料，其实小号也不怎么欠肥料，所以就 OK 哈，有一只米沙卡就 OK 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领奖吧，奇境探险密宝峡湾，好，领奖喽，迪塞拉，领完了，领完当然是要赶快抽一下啦。好，首先这个随便抽一下，OK 没有。然后我们来开一下紫灵魂石，紫灵魂石开6颗，来个神魔角。哎呦，哦，米莎卡又来了哈，其他都是一些比较之前的角色。好，然后哦，艾隆也毕业了，然后哎呦，都可以升星是不是？哎呦呦呦，升蛮多的嘛。哎，那这一次抽的还不错哈。都是抽到药的，然后生命之树，哇，哎，还没升级哦，我再点这个坦克，哦，慢慢点，好，然后这边升完之后呢，看一下，任务解一解，等一下我们来去把团队远征的这个什么，体力都用光光哦，每日任务还差20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工会挑战跟王座之塔哦，好，工会挑战，工会 B，来。然后那个诅咒梦境，我都是等到快结束的时候再去抄人家队伍，那时候队伍应该是比较完整一点。扭曲梦境啊，没问题哦，我是在这个极域梦境，所以就上一只角色去送死就好了。随便打都有传奇哈，但是新玩家就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你要去追那个等级嘛。然后诅咒梦境跟这个扭曲梦境的这个要求等级应该是会慢慢的提，应该都是会慢慢提升这样子。从排行榜这边可以看到，极域梦境目前的这个仙凤符的等级，然后在这个末日入侵这个地方，哦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惊叹号，也可以看到诅咒梦境所要求的这个等级哦。再过4天是不是？好，我等到再过2天再来打，千万不要忘记哦，奖励还是蛮丰沃的。好，解完了，然后王座之塔摸一下，OK，每日任务解完了，一抽。好，那我们在就是现在求实世界已经进入了这个沉积时间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个剩下体力给打完，打完啦，算是多少增加一点贡献度哦。诶，为什么还要打小兵呢？小兵不是不要打了吗？因为其实这个王已经打不完了，所以应该是要打小兵并没有计算这个排行榜，所以应该是要赶快这个拼全力。能够多对王多输出一点就输出一点这样子。另外啊，我现在用的是光环助手哈，我有发现用光环助手打出来的伤害有的时候会比较不漂亮哈。可是这个并不是每一个角色，如果说我用光环助手啊，我用那个标准的那个什么那个卢克雷利亚那一对哦，打出伤害就不是很漂亮。好，那但是呢，这个因为是先锋斧嘛，积那么多体力的话，如果说没有加速的话，真的是要打很久哦。然后，我们再看一下哈，这是基本的队，看我的这个，嘿，这一队看还可以打多少次，好，不要选错哦。生物之灵给的是末日敬畏，大概这个如果说没有那个光环助手的话，
大概是600层吧，啊，有光环助手的时候常常就是打到这个500层左右就结束了。哇，只有到500层而已。好，再来，等一下我们再试试看吧，反正大概有几个是固定的，什么希拉斯配德雷斯啦，然后浣熊配索罗斯，然后其他就随便上齁，一只一只上，因为这个 boss 他会魅惑齁，他会魅惑，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上个两只啊，那个反而他们会自相残杀齁，就是我方的这个队伍齁，这一次比较不错齁，所以有点运气齁。然后连那个什么哀求啊，哀求也是上一只就好，因为发现说有时候上两个攻击手啊，打出来伤害反而比较没有那么漂亮哦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六七八，不错，哦，这个伤害还不错，好，已经没啦，那用谁嘞？有谁适合呢？伤害组输出索罗斯，这样配置怪怪的。索罗斯加东侯女士，索罗斯补啊。已经没有卢克雷蒂亚，剩下这几只角色要怎么配？还是上两个攻击手啊？BOSS 才14层哦，哇，这个真的太低了。那来一个拉库好了，再来一个莱卡，然后索罗斯。欸，还是我刚刚那个圣物之灵我射错了，我是不是射到东侯女士啊？啊，求了。哦，至少有100层的，然后再来是拉库跟索罗斯，126层。好，刷完了四亿齁。好，继续刷。哇，我有好多体力耶。我看我这样子录影，然后就怎么讲呢，我们就把它录完，然后到时候影片用加速的好了，因为真的要打很多。然后也要做作业给这个工会会长看，有确实的把体力打完齁，虽然说打的分数不高，但至少我们自在参加嘛，对不对？该打的还是要打。好，那般影片先这样子齁，我先慢慢的把这个体力全部都给打空哦。好，就这样上就好了。
好，快结束了啊、一边玩，然后一边弄东西，一边帮小朋友洗澡，然后看一下哈，最后三次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这个上一只的伤害啊，反而不会输给上两只哦。好，反正就是把体力都打空哈，48点体力。啊，快结束了，6800。然后来结算一下啊，我这一次小号贡献多少的伤害？哇，死去了。好，6000，哎，没有了哈。好，确认一下哈，都没有了。来看一下结算，应该是排行榜累积伤害。好，我们的。这个我的排名应该是在蛮后面的吧，看一下哦。哦，在这个地方，阿天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，960亿吗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。好，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这一次团队远征的这个最后的伤害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